警方向你哋发出最后一次警告，如果你哋唔立即离开，警方将会将你哋拘捕。我哋呢一个系一个和平嘅公民抗命，请你哋唔好暴动，唔好使用过度嘅暴力。警方而家向你哋发出最后警告，如果你哋唔立即离开，警方将会将。我哋最后一次警告梁振英。 呢位警方嘅人員，請你通知梁振英，我哋俾3分鐘時間佢。呢個係香港人民對梁振英嘅最後警告。If you do not leave immediately, the police will take arrest and removal action. 示威啦，係冇下場嘅，請你哋罷工，企喺人民嘅一邊，我哋係和平嘅示威。 我哋對香港人冇造成任何嘅威脅，只有梁振英先至係威脅香港人嘅最大嘅敵人。我再警告梁振英，最後一次 ，It's the last warning for 施威良。無畏無懼，無畏無懼。 警方将会有秩序咁样将你哋带走，请你哋自己合作，自己起身，唔好作出反抗。 警方已经发出咗多次嘅警告，要求你哋离开。警方将会有秩序咁样将你哋带走。等候在场警务人员嘅指示，警方将会有秩序咁样将你哋带走。麻烦所有在场嘅警务人员，我哋都有留意，而家警方系已经采取紧拘捕行动。 Come on.
Yeah.
冷静的声，左边重来，冷静的声，冷静的声。咁都喺坐喺度嘅人士，你哋小心你哋嘅腳啦，可能會腳痹嘅，咁你放鬆自己。咁喺稍後時間咧，我哋慢慢帶你離開嘅。盡可能嘅話咧，就你哋走老遠啦，咁起身。成日俾人睇，佢會俾人投佢自負。老民過未？老民過未？無畏無懼，無畏無懼。我要真普選。打倒港共政權！打倒港共政權！
就運動就係講緊我哋喺香港嘅公民係會全面杯葛呢個政府，係會全面反制呢個政府，因為我哋唔甘心，我哋嘅未來就係毀於呢個政府，毀於一個獨裁者嘅手上面。個運動佢定未勝利，雖然佢冇失敗到，咁所以我相信就係而家運動只可以形容作為就係暫時告終或者暫時落幕。 但係佢會再度上映，咁啊，亦都可以預見就係嚟緊半年會係雨傘運動嘅下半場。政府如果佢回應唔到香港社會就住政改議題下一步提出嘅政策路線圖嘅話，咁市民必然係會認為政府係期望有一個繼續希望嘅方式去就住普選議題做回答。咁呢個時候必然會激起另一波民情，亦會激起即係更加大型嘅社會運動。 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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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公民提名，為財政立到線。兩隊一下隊，我要真普選，兩隊一下隊，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对，影影下家，但系好似。 Thank you.